大家好，我是老易，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相声节目。今天呢，这个内容呢是临时加的，因为今天老易在从上海往北京飞的时候呢，早上一早，然后就有我们的学员啊，终于说学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是比较早的那一批学员。那么内容是遇到点麻烦，一般来说我不太替学员给参考意见，因为毕竟来说很多的事情内容我不了解，凭照片我也没法给你一些建议。但是今天这事儿我回了，为什么我愿意帮他处理这事儿呢？这个学员他碰到了一个事儿，我觉得呢有必要帮一下，而且这个事儿我也觉得也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尤其是现在啊单身未婚的女性。事情是怎么样子的呢？早上我接到个微信，就是哎，老易有个事儿，我想能不能咨询你一下。我说什么事儿？你先说吧。我说不一定能帮你，你可以说给我听听。他说我被一个渣男打了，公安局验伤已经验了。他说我现在很迷惑啊。我说行，老易你帮我一下，给我一个意见。我说我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真没法给你意见。我后来问了一句，我说是跟感情有关系吗？他说是跟感情有关系。好，我说如果跟感情有关系，是你结婚了，是你的配偶还是男朋友？他说没结婚，只是男朋友。那我说很简单，这事儿你就分开呗，反正你也没结婚，对不对？一个男人，那不管你为什么原因动手打女人的话，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啊，因为有道理可以讲道理啊。你对一个女人动手的话，哪怕你有道理，到最后你也会变成没道理。一般来说，我是劝和不劝分的。那么这个情况，我明白了，他是没结婚。那我立马就建议，我说你就分手吧，我说这个人不太好啊，动手打女人品质有问题。然后我又想了一下，我又回了一条，我说你们之间有经济纠纷对吧？他说是有经济纠纷在。我说对，他要你赔多少钱？他说要赔10万。我说怎么会要这么多？他说这平时两个人的花销，然后出去旅游，那男孩子还帮那个女孩子还了信用卡的钱，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差不多10万这个数。那么男孩子希望女孩子全部赔给他。哎呀，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男人啊，不但手上啊容易家庭暴力，人有问题，包括人品，包括这些气度上啊也有问题。我说我具体情况，我说我也不想去问了啊，我觉得也没必要，因为微信也聊不清楚。我呢这件事给你两个建议，一就是你现在可以通过警方验伤之后，通过司法压力，然后呢我觉得钱要还的，我是觉得还的，但是还多少，我说你这笔账要算清楚，不能他开10万你就还10万，对不对？当中也有这男孩子用过那一部分。而且我后来说了句话，我说某某某，我知道你上次见面会你来过了啊，我对你的建议就是晚点结婚，早结婚真的要容易感情波折。他说陈老师我记得的，你跟我说过这话。他说但是我那时候已经跟那个男孩子已经认识了。他说不瞒你说，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跟那男孩子不合适了。他说当中还有很多的隐情在，我是被小三了，我都不知道他已经是结过婚了。现在这事儿他的原配夫人啊都知道，现在要跟他离婚。他说我知道他有夫人之后，他有已经有家室了，那么我更觉得不合适要分手。那么这男的现在就死缠烂打。我们平心而论，我站在那个男的角度上，我觉得我钱也花了，对吗？婚也要为你离了，结果你说你跟我不合适。我可以想象这个男的如果一口气顶在那边的时候，当然会采取极端暴力的手段来宣泄自己的恨。那么我们先把事停一停啊，先回到前几个月终于说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那女孩子呢至少从人的长相、五官上、肤质上来说还是白白净净的那一种。但是有一点，他的鼻梁骨是起结的。鼻梁骨起结不利婚姻吗？不一定啊。老易的配偶鼻梁骨也是起结的，只不过在家里我配偶说了算嘛，他要往东我就跟着往东嘛，我觉得有人指挥也挺好的嘛。太可恶了，我们的女粉丝莫名其妙就被小三，那个男的就是大写的渣。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比被小三概率更大的是备胎。昨天还一起手牵手吃饭，第二天就在朋友圈晒出了女或男朋友，这个人竟然不是你。
除了吞下这口恶气，抚慰受伤的心，还要做的就是防止被备胎。今天面面教你两招。从球场看情场，实力强的选手是不会坐冷板凳的，所以避免成为备胎的第一个法则就是让自己变强。变强的方式有很多，多运动，运动是天然的整形产品，多少人通过运动脱胎换骨，多读书，知识能拓宽你的眼界，懂得多，与对方自然聊得多，培养一项兴趣爱好，丰富自己业余生活的同时，做个有趣的人。要知道，实力强悍的选手只会得到对手的重视。大多数人被备胎，正是因为他们以为那就是爱情，所以避免成为备胎的第二法则就是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喜欢一定是相互感觉到的，那些借口太忙从来不主动联系你的人，那些说自己天生就不会紧张不会关心的人，那个只想和你谈恋爱不想娶或嫁你的人，不是不会爱，只是他们惦念关心和想娶想嫁的人不是你而已。爱情一定是相互的，稳定的，专一的。其实成为备胎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发现这个事实后仍然无动于衷。让我们勇敢地 say no， 拒绝被备胎。如果你整体的脸上是刚性的啊，比如说是大眼睛啊，眼睛有神光啊，在鼻梁骨起节，颧骨有力，没问题，你只是能力非常强，你甚至可以独挡一面，只是你的手段有时候会过于激烈一点，但是未必会动粗。但是有一点，鼻梁骨起节再加上一个桃花眼的话，对于女孩子这一种脸上两个五官互相冲突互相拖累的力量是相当的强烈。鼻梁起节说明做事情容易极端，容易不顾人情，不考虑常情，再加上什么一个桃花眼。这女孩子的眼睛很秀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女孩子的眼睛是很秀气的那一种，一个秀气的眼睛配上一个很强势的鼻子，那我知道如果她不走弯路，不碰到遇人不淑情况下，哎，没问题。一旦他只要碰到一点点坏人或者遇人不淑的情况下，他的婚姻会非常糟糕。事实上他今天告诉我，他其实已经离过一次婚，已经是结过一次婚了，离异了，还有了小孩，年龄也不大。他说当初陈老师你跟我说说我感情波折，我没有正面回答，其实他听进去的，他今天正面回答我了。这个是他后来遇到的一个男孩子，我说你们相处多久了，他说八个月。哦，我想八个月已经是啊，你在参加见面会之前的事了，那我也不能怪你。他说陈老师，我其实啊，以后真的要好好的跟你去通过相声把官人去学好，那么以后可以见渣男，不再会把自己弄到这如此地步了。他说我现在很顾虑，就是父母跟小孩会不会被那个男生啊威胁迫害。他说这个男孩子现在在他家里下面蹲点，他都不敢出门。那我说这个事儿你别怕，如果这个男孩子要钱还没问题，因为钱能解决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如果他不要钱要你人，我觉得这是最致命的问题。我说这个事儿很简单，通过司法压力找律师也好啊，通过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同志处理也好，大家协商个价钱，你把你以前花掉别人的钱你还给别人，对吧？你就当把这笔钱丢了，至少来说你明白了啊，你人走过这么一回，经过这么一回事，你知道了有些人你是惹不起的。我后来回了一句，我说有一次我在看朋友圈，看到你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男生照片，我说是这一个人吧，他说是，陈老师就这个人。他说现在这个朋友圈已经被删掉了啊，他说是这个人。我在微信里面回他，我说我在印象中记得这个男的是一个宽下巴，而且头部是相对比较圆，那我就明白了。我说这个相片里这个男生跟你没有这种夫妻相，所谓的夫妻相我前面也讲过，是两个人在一起那一种气场相合，没有。我说你是一个又感性执行力又强耳根子又软又容易被别人所迷惑的人，这个男的呢是一个下巴圆满营养质的人，我说的很明白，就是好色之徒，好酒色之徒，眼睛神光也不现。他说陈老师的确是这个男生
除他之外，外面还有其他的异性伙伴在。他说我是觉得一定要跟他分开。那么我说，你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不想一想，你是不是要决定跟他在一起，两个人才有这些亲密关系？我说你脑子都不用的吗？而且你当初在犹豫之间，你怎么就跟别人上了榻啊，上了别人的床，而且还花别人的钱？我说你也是有问题的，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你敲警钟，也是给我们所有这些年龄不大、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尤其是长着一个桃花眼的大眼睛的女孩子，耳朵如果再长得不那么秀气，就很容易出问题。真的真的要三思而后行。你没想清楚要跟对方去交往，只是对方花了钱，你觉得他对你很好，那是错觉。花钱只是因为他愿意花钱，跟他愿不愿意跟你长相厮守，他能不能适合你，跟你的性格互相匹配互动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概念。对于有钱人来说，我花钱不就买个乐子吗？对不对？对于小女孩来说啊，你愿意对我花钱，你就是非常喜欢我，你是非常爱我。结果呢，那天我在跟一个心理学家谈一个事儿，碰到一个案例，跟今天故事没关系啊，也在讲一个女的容貌变化，为了男朋友去整容。后来我们跟心理学家两个人观点一致，我就说这句话，你想清楚，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这张脸？如果她喜欢你这张脸，你就要做好永远整下去的准备，哪一天你老了，你不漂亮的，会有更漂亮的人出现来取代你。如果他是喜欢你这个人，你整不整都无所谓，你把这一个最本质的原因想明白，你决定你整还是不整。啊，这是老易给他一个决定，给他一个参考建议。我甚至没看他像，没看他长啥样子。所以大家明白就是这道理，很多男孩子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希望你是什么一针见血辨真伪，到底是真心实意以诚相待，还是为了花钱把你哄上床？你要想明白，太多了这种例子。今天不能在这个节目里面把我平时你们一对一都给我私聊这种感情困扰的事情，我遇到很多，甚至夸张点来说，22岁的女孩子留过4次产，为了4个男孩子留4次产，你知道吗？是什么概念？我不单要说男孩子，我都要说女孩子，你是怎么想的？你是猪脑吗？你自己不爱惜自己身体吗？对不对？你吃了亏上了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老易都觉得象征节目讲到现在，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变得法子，把我平时看到的人事物啊，主人公我是隐掉，我不能把真实信息透露给你们，一说你们都知道谁是谁，但是别人的故事经验真的需要大家去领悟。尤其是现在女孩子个性太强，因为以前还有很多的道德规范、家庭教育，包括社会教育，现在影视剧娱乐都发达了，女孩子对贞操观念的确不那么重的时候，我不要求你们三从四德，但是我对你们要求就是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事情发了被别人打了被别人坑了啊，来找老易，老易你给我个要求，你给我个建议，对吧？今天节目我相信这个时间之内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已经能被解决了，所以我也去咨询了一些有关人士，别人给我的意见就是跟我说的差不多啊。既然动手打人了，一定会有啊刑事的因素在，只要验伤单一出来啊，该怎么样？我觉得朋友给我建议就是还是要通过司法程序走，对吗？至少他也认为男人打女人是最不应该的，不管你有什么原因，而且这个女孩子还是被你小三了，人家不知道你有家室的，如果人家知道你有家室，不会去掺和这趟浑水的。所以这事儿老易也给大家敲个警钟，好好的跟我们学怎么样观人，好好的跟节目学怎么样看人。我不指望你变成啊慧眼识人，但是你要会辨清楚男人是花心的还是真心的，这一点你只要仔仔细细把我们节目都看明白了啊，我相信你多少能学会一点观察人的技巧。今天的这个当事人也跟我说了，老易，我以后真的要认真学观人，以后在社会上跟人打交道的机会还多，
他是下定决心好好学，要把这门啊技术学以致用，避免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再摔大跟头。他是吃过这个亏，长了一智。还有很多的啊学生学员，我知道你们还是太幼稚，你们加入会员只是想跟老易聊聊天啊，听老易扯扯吹吹牛，看看大山，看看我直播。但是老易是真心诚意，希望你们学到一点知识，学到一些关人的技巧，在生活中实用。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讲到这儿啊，还是欢迎大家啊，鼓励大家啊，一定要订阅象征频道，关注老易微信公众号中医说。我们下回继续接着讲，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再见。小脑及小脑的延髓是控制一个人在男女情欲上的程度，长得饱满，这种人对异性的需求量就大，如果长得不饱满甚至干瘪，那么这种人就会变成了冷淡。中国的古代官人学，他评断一个人的好不好色啊，生活检不检点，有没有纵欲过度，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第一的，眼神是不是柔弱散；第二个，肤质是不是晦暗。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我们可以判断，他在私生活上可能就是过度了。2016宏观经济趋势与选择专场演讲盛大开启，以全球视野分析市场走势，解读危机背后的种种机会，在经济乱局中为投资者指引方向，现场气氛火爆，观众齐呼受益匪浅。2016宏观经济趋势与选择主题演讲全面开启。优酷，世界都在看。